没钱了养猪，有钱得这就养狗。大家好，我是常忽悠，我是常被忽悠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买车的小笑话。一天呢，这个常被忽悠啊，到某汽车这个销售中心，只见哎，他掏出2000块钱，啪一下子就摔桌子上了。给我来辆桑塔纳。这销售人员大吃一惊，就问：“您这钱不够啊？”“嘛玩意儿？你这外面不写着桑塔纳2000吗？怎么着？”这营业员啊，倍儿郁闷的回答：“哦，那您呢？出门往右拐，那边有一公司啊，也卖车，那更便宜，奔驰600。”